我现在应该比李哥分要高一点点。现在李哥1029，可以。你们看那个楚军艾克，他现在天天玩加里奥，他不玩外，不玩艾克，天天加里奥，排到几局了，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他玩加里奥中单推线啊，推线流，就是推线流的，蛮厉害的，有理解啊，有理解的。哎呦，不该想的反打了。这个力大了，思密达！哎呦，你干嘛？对面失去理智了。指出骑士之士，指出那个救赎，坏了，嘎嘣嘎嘣脆这一波，哇，这鳄鱼好他妈硬啊！他，我操，怎么那么硬啊？没那个没。最后一下就不要用了啊！蓝 buff 充的情况下就可以这样点。你看，比方说我们这时候要打架，一个 Q 有个加速效果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走位啊，或者追人逃跑，都可以。没事干就叠，把这个叠到，就是它200层会触发一次加速的效果，120。
那种没事干就叠的，啊，叠到180就不要再叠了，就卡的这一个加速。那么待会儿不管打架还是我们要逃跑追人都是可以，对吧？比方现在要打，对面有个人一个 Q 加速，这样更好追击，更好交技能啊。就这么细。大龙，大龙。我好硬啊，兄弟们，坚如磐石。nice， 谢谢最初哥哥的粉丝，再赢1100分了，1100，哎，今天的目标1200分，不过分啊，兄弟们，不过分。哎，妈，韩服上分太简单了，真的太简单了。哎，真的太简单了，打韩服，韩服这些小戏吧，好菜呀！啊，他妈太好赢了，跟这些人玩游戏真的太好赢了，我不知道为啥，真的跟这些人打游戏他妈真的太简单了，真的太简单了。